我决定要离开查理啊，因为我挂到目睭紧紧，看查理去给我害死。啊，真正是安尼，我怨恨我家己一世啦。我袂好有这款的想法。总裁，请你相信我，分手这件代志，得靠我来处理。我会想办法，让查理对我彻底死心。我应该跟安尼落去，我一定用更加用的手段让查理死心。喂，小轩，你跟别的查甫人约会？咱两个人哦，会当讲是相见恨晚啊。今嘛也袂办啊。不准你卡掉我的小孙！我是讲小轩已经开始跟别的查甫人在约会，这就代表已经准备要将你放下，是要离开我，无这么简单。除非咱两个人其中一个先死。老爷，他死下来了。圈圈，你有听到什么声不？你是听到谁在讲话？叫查理呀、啊。你收过数量查理哥哥，再动作是谁讲话？红查理，你今仔就超过呢？你去让梁全全派来干什啊？我最近为了囡仔的代志操烦足多，我打算离开这个所在。我出去了后是袂去当个业家，我今日是来跟妈休息，我是来跟妈忏悔。我应该跟安尼落去，我一定用更加用的手段让查理死心。喂，小轩，你跟别的查甫人约会？咱两个人哦，会当讲是相见恨晚啊。今嘛也袂办啊。不准你卡掉我的小孙！我是讲小轩已经开始跟别的查甫人在约会，这就代表已经准备要将你放下，是要离开我，无这么简单。除非咱两个人其中一个先死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。